出走，龙总，安德贵群，安德肉很牛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虽然讲起码出来讲话嘛，你讲嘛还好，不过八家五常平，个天宿舍个朋友，你讲今天还好啥个呀？哎呀没？哎呀！我啊，不，咱今个有搞过暗班的好啥个？两个人讲，假死了，然后啥个分这个借出人八家，但是俺注意那个勇敢没？注意那个安慰。那的话，见咱那人浏览一下，但不满意，看不到，非常非常的美丽，因为好发美丽有什么？乱讲，乱讲，乱讲，你到底换什么乱讲哟？老师傅，我评论，你说。台湾方面，不过就会感觉到安详、安宽，这样子的。但这个精神的满足，哎，大概看到卡就一部长城，给拍照，包了个黑糖。你这人看这块就安详的，所以啊。现在有人哈都是俺们看哈，最想看到的方便的话，大家都安乐。个，那发个黑白的，那个牙好上的。你讲起来，这几个该照顾该什么又安排好上的，要不然你看不完过哟。你不要打动我，哟，不要，那咱们刚说没打，没打你呢。刚才发广告的，应该暂时恭喜长鹏发家，按各个省丘，按各个省丘，刚才来做老师的讲友，那就谈强。甚至桃园县那个中华民国的工友，那就欢喜，比如在那里请求了小长鹏发家恭喜，然后，然后到底，到底当官，到底想进门来，感谢。